五分钟就能做出下酒下饭的凉拌手撕鸡。有了这道菜，你再也不用点外卖。两个鸡腿冷水下锅，再加葱姜料酒，水开煮20分钟，给它捞出来放入碗中，给它来点冰块冰水浸泡20分钟，碗中加蒜末葱花小米辣辣椒面白芝麻，一定要趁它不注意用热油把它炸香，再加生抽陈醋蚝油盐鸡精白糖，搅拌均匀备用。冰凉的鸡腿用手把它撕成小条，再加洋葱香菜花生米和提前调好的料汁，用你的左手把它抓拌均匀。在你下班的时候吃一这个，你给我一头猪我都不跟你换。